天天 Hello， 我需要眼药水，在我的口袋。我放的。为什么我的行李突然？在我的外套口袋右边。Hello， 艾斯。Hello， 袁立。Hello， 师傅。Hello， 唐一元。Hello， 小一。Hello， ONG。Hello， 思源。谢谢，谢谢。Hello， 志祥。裤子换个轻松的，耶、yeah ！我很早以前剪了。Hello， 大家。我睡醒了还流长。你还没有。我睡醒了，谢谢明的四叶草，还有花枝精粹、小作耳朵、秦始皇、空影、游戏西洛亚人、诺克千里、M 说 Hello， sexy， 不 sexy， 因为我换了台东裤。Hello 魔王。如果云爵睡，你也会睡。你不想看到我是不是？哎，看拍你看不懂。现在帮我拿一下。现在刚穿的呢是林姐的皮裤。对，这是林姐的皮裤，她抄袭。我整个就是要被绑，我这是竖起来的肉。这也是那个万圣节生写的皮裤，超级轻便。嗯 ，Hello， 够了 ，Hello， 你好，有你 ，Hello， 有西西咯 ，Hello， 佩琛 ，Hello， 七十七了 ，Hello， 叶真，谢谢勇哥的文超礼，还有玫瑰，我还没还呢，他送我了，早安大家，好啊好啊好啊，是送你啊，是送你嘛，反正几百块也送你嘛。说一下小水裤，这不是睡裤，这是一件很快乐的裤子，这是一个雷文克劳的裤子。Hello， 很快 ，Hello， 宁宁，谢谢新人的 love。直播换裤子，我想不是，也不是这样，也不全是这样子吧？你又没看到。好可爱哟、哦，莎莎，莎莎好可爱、哦、啊！会有人在讲我，他已读。我们那个排名吧，他已读不回。Hello Militant，Hello 丫丫 ，Hello 胖天。第九名是吴婉玲，第八名是可以转达一下吴婉玲的部分吗？然后第八名是老沙 Solid， 第七名是 QK 男子，第六名是牙。第五名是玉超，第四名是哈利伍，第三名是刘建谷，第二名是变成西西柠檬，第一名是知法犯法。谢谢大家。我是高云爵 ，Hello 圈 ，Hello Sky。QK 你的头像是发生什么事情？阿迪嘎多，みんなさまに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所以大家都是男的，哎、欸、没，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吧？男的才不行吧？不然我在后台怎么办？我怎么生存？不觉得很吊，很吊吗？是很蛮厉害的啦，但是有点莫名其妙。嗨，佩森，那、啊、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呢。那这么意哟，那行。心里这么一，けれど，你看第奇怪的视角，哎，刚刚在阿娟那，嗯，晚安大家 ，SG 福六绝中下雨宁。QWQ 吉虎红人豪诗源又因安源同谋世界一人 ，Hello。这还蛮，这很催眠吗？这没有很催眠吧？催眠曲，催眠曲。
分结束喽，大家拜拜，可以去他的台，他的 live。Hello 宁愿 ，Hello 汉流 ，Hello QK，Hello 杨琼，的不说话妻子系列，一说话破功没有错。Hello 雨宁 ，Hello 笑笑 ，Hello 金燕 ，Hello 宁霜，不会 ，This 我会的歌曲非常的少。谢谢小千的小浪花，刚刚跑去发发呢 ，OK。谢谢小千的守护灵，晚安闽南桑 ，Hello 屈原 ，Hello 知米 ，Hello 托姆 ，Hello 海洋。你想去哪里玩吗？这是妖尾的、哦。是吗？我不知道。不是，这不是吧？可能有点像。Hello， 你开了罗杰。我刚看你拿碗还很开心，就。你在开心什么？你怎么可能呢？我忘记了。Thank you.
我想把它吞掉。吞下去。我认真，我要擦嘴巴。真的啦。好。啊哈！我拿这些卫生纸吗？床上。有诶。耶。Hello， 大家。我讨厌啦！不可以吐掉哦。蒜味感觉。嗯。有没有水的？嗯。那你再吃下一颗吧，就这样连着吃。还是你一次把它吃完？交给你。我不要，我吃好多。你才吃几颗？很多。Hello， 大家，我不喜欢吃蒜头，这是因为昨天跟他玩花杂，然后输的凄凄惨惨戚戚，然后就才吃蒜头。我刚刚又帮你吃了一颗，所以你总共只要吃七颗就好了。我已经吃几颗了。最好是啦。偶阳小千，你越来越八九了。我看。你看他在哪里？哇哦！哇哦！蒜头 is good to ea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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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只要快乐就在啊哈。用蒜头卸妆是在哈喽。不然你每弹一首歌就吃一个蒜头。不要。你剩四个。Okay.
觉得我喉咙被酸痛侵蚀。谢谢 QQ 的心机。为什么我们煮的鸡汤跟那个港式煮的鸡汤差这么多？哎，我们不是念上一次你上一次直播，就上一次去吃港式，加的东西不一样吧？鸡肉跟蛤蜊，他加了多加了蛤蜊，然后汤可能看起来比较黄，没有葱，没有姜。它可能是汤膏、汤块、汤包，很像那种感觉，像鲑鱼煮的那种感觉，还蛮像的。嗯，七颗多太多了吧？馋臭一次咬一口，疯了！可以耶！那我刚吃那堆是吃心酸的。哎，我帮你吃很多颗了。那个，剩下两颗哎。没吗？是的。我刚刚帮你吃了。目が覚めましたか？覚めました。三米爆蒜头就结束，怎么样？糖都会不会到最后吃会？法法非礼下下。夢見ましたか？見てないです。ちゃんと寝ましただけど、何も見てない。学哥学过皮亚诺没有哦？嗯，他怎么在这里？都不是虾虾，因为我夹着他。这样玩感觉一个月后就会弹李斯特的曲子，真的。真的，你就可以弹钟了。你是天才吧？你是海。我怎么还记得弹的比以前好？那些人法法学过，对，法法学过。我就是那种。海六闭嘴。我就是那个学钢琴但不怎么会弹琴，就是那个不怎么学钢琴然后弹超强的。哎。你就是不怎么学钢琴，然后弹超强。没有，弹超强，弹超烂的。你刚说弹超强。你。是你。我。亚历莎莎。鲨鱼叫什么名字？他给问了。亚历莎莎。吓死我！哎，不是。守密吧。这样。试指。
还是有学过，我没有学过钢琴。Yeah. 晚安大家，晚安查理，晚安宝莎，什么？嗯，然后咪，然后呢 ？Re La Si La Si。沙弹琴。让花谢谢 Vicky 的掌声鼓励，谢谢玉桃的花枝精粹，还有幸运四叶草，莎莎比我厉害多呀！哎，只会弹琴 ，Hello！ 哎呦，哎，那我觉得我比较会弹琴，不会弹琴呢。
会弹诶，收收收收。我不会用沙沙的，沙沙超可爱的，超级可爱。哇！而且沙沙的身形特别可爱，他被他哭死。啊，好可爱！看钢琴，然后他就碰不到了，好可爱。难了吧？我不记得和的是哪里耶。你吃吧，你吃很多颗的、啊，我不可以吃比你多，一定要吃比你还要少。我吃很多啦、啊。没有，我吃比你多。我吃很多。不管。我吃很多。我不要，我已经吃很多了，我吃的够多了。我等下吃完直接弹完这整首给你看、哦、那就吃吧。不可能。哎呦。啊！不可以这样，帮你切一半。这样子，没有水了，没有水了，没有水，这样跳下去没了，
拉拉巴多，然后米拉多，米拉多，噔噔噔，然后一样重复，西贝，不是西西，西向西，你在哪？西，不，还原西。还是看不到、还原的都是哆咪啦。嗯。你们是能吃下去的吗？厉害！有点绝望了，绝望谷底，绝望谷底。不要。咪嗦西，啊咪嗦咪，然后就咪，太冻了，对啊，今天上次飞来台东，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你就会台湾。这点的寓意我已经忘记了，那你就会弹的，你再多吃一颗蒜头就弹得更好。不可能。
是。就是。So refa， 差不多。点个午餐，水水古早味，新鲜柠檬，谢谢杜莲的雨衣。这个左右手岂不是要准备起来啊？就是放起啊。右手发疯嘞。好吧，右手就是一个习惯动作，不用看，不能看，然后看左手。我没办法不看嘞，这个好难哦。你是不是不看了？啊，你是不是不看了？是在哭哦？发烧吧，你。很难呢，谢谢新鲜柠檬。哎，这弹的好像没有错几个音。有，明明就超级有错。不会很想睡吗？我刚刚睡了。在听 DDW 是什么？要睡着了吧？很难呢 ，Piano。没有。好难哦。刺客上头就不难了。不要。那吃片姜。哎，最后一块了。最后一颗了，最后一颗了，真的，你看完你没有蒜头了，最后一颗了。天哪！这边玩钢琴学姐，那玩吉他，一人诠释，四人合唱无敌，还大聊夜后。吃的时候滑砸墙，不强不强，吃的时候不会变强，不可能，不可以这样子，等一下，不可以在钢琴旁边弄这个东西，他很喜欢，打死你嘞。
是一起弹的，左右手。手跟手。嗯。手手反过来的。什么意思？就是同时下去。这时候下个音下去，这里啊，发咪下去，收发哆，嗯，咪。大川的景区，哎，变超小块了，好不好？很大。嗯。很。哎，我也吃下一半了。很大。我已经快要跟你吃一样多蒜头了。没有。有。噔。不然把这边姜吃下去就结束。只要有新的姐姐成员，都会推荐她去看《一家的野猴》，真假的 ？Hello， 雪明 ，Hello， 大姐 ，Hello， 店长。嗯？张福法要玩游戏了。哎。弹错了，吃蒜头。这个真的不错吧？什么意思？新的了吗？好难哦。上一次在台东穿，不是我在台东哪有穿黑色衬衫？哦，哦有啦，你那件不是刚刚张福法穿的。我现在穿裙子，我现在穿着我生日的那件衣服，那件裙子。我这次回来是一个黑暗风，我行李箱全黑。这次来这里玩是黑暗风，行李箱超黑的，
只有丈夫房那边是白的。我有带两件白的，就是外是衬的，就是合照会穿的那件外套。的那一段吗？就是我说的很喜欢的钢琴。你可以弹吗？一直播啊。对呀、啊，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白。这样看起来比较瘦。他超卡的，好不好？搞不好，哎、欸，不然你把它给我。你在忙。我超强啊。你在忙。他在玩游戏，撒野。怎样？撒野。我吧。给你。哪有撒野？为什么撒野？他。算了。
结束嘞。我想想哦。对，他在压主席。我不知道他长怎么。上班了，哦，没有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一路一路 ，no 什么 ？bird、no, bird fly fly， 哼。
欢迎大家来看凯特琳。谁？哪首最自信啊？哪首最自信 ？River。River。Losing you。没有，那首超不自信的。嗯。梦中下雨天。或是卡农。但是卡农我追那一段啊。你今天第125次直播嘞。是哦。谢谢 Nick 的小浪花， Nick 晚安。Cool， 谢谢大家帮我记这个。要感冒，好像又要变冷了。嗯，我一来台东就变冷了，可恶。对啊，你真的是。台东很冷嘞、欸，对台东的印象冷。太扯了，真的是太扯了。是吧？
任命的 fail。对的。花。我要选明鸟不飞。我好懒哦。我要选明鸟不飞。我现在比较喜欢玩手机。你要软烂。今天会不会跟班导你说软烂？是软烂的能力。嗯。直接帮我抽卡了。三首连弹过花吗？对啊，对啊，可是我只会弹的、啊，我弹右手。我们弹右手，两手两手，不是三手吧？嗯，那个非洲酋长抽，哎，我抽卡还是可以很高的，好不好？偶尔，嗯，最近没有，前阵子。哎，那个 Benjamin 开心的喽。对，我没有石头，我可以帮你抽。我还好，好吧。哎，没有，我超级不，我超想要那个鼓手的。嗯。蒜头吗？臭死！那首好熟，就是花的左手啊。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懂。我要靠着山。你可以再懒惰一点。Hello， 草莓酱。蛙你出现了，蛙你上线，你好像怕你是傻鱼派的，鳄鱼，你是鳄鱼，你很慢，大家不觉得今天张宝宝很像男生吗？
拿。不要。干嘛？今天成为迷生，他叫迷生吗？不是，他叫公生。公生，你会成为公生？我功课吧。白痴了。大家赶快称赞他，谢谢开放称赞，开放称赞，开放吹捧。Hello， 一成，对啊，他真的很像男生诶，长得。不对，它有声音，是不是？看不懂，还没，还没洗的。
玩什么？我要玩什么？不要，那很恐怖。哎，我在台东，我的头发超级难控制的，我实在是不知道是因为是为什么。而且我忘记带补水的，还吃吗？绑个小马尾，把刘海一起绑上去。我吗？这很像难得。对啊，你今天很像。哇哦！嗯。荧幕比较不帅啦。你好帅哦！你是男生哎？你怎么加入 TP 的？你怎么加入 TP 的、啊？我是女生啊。嗯，还不是。我是呢，我哪里不是？我是怎么看都是吧。不是吧？不是吗？杰哥。他去哪了？这是第几？哦。哥啊！不然你从头。耶。眼神捻起来，哦，好帅啊！你是男生？不是吧？H 什么东西？不是习惯，就是可以，我可以这样子而已。对啊，这个也太帅了吧！帅耶！妈，在宿舍。对啊，那一次有。这样。那谁？我说过了，喜欢。是吧？应该是吧。还穿军服。对啊，帅。没有，他又没有不愿意，我没有强迫他。
多久才按一次？那个眼影，眼影不知道。嗯，我要干扰他练琴。是吗？干嘛呀 ？QQ？ 不是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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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刚刚真的是很快就睡着了。听了一下下你弹，大概五分钟我就睡着。有点比较快，是吗？可是我没有学完过啊，我也没有学完过一整首。不能说的秘密才练两个礼拜就差不多。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又不会是中堂会，而且很厉害，很酷哎！不能说的秘密你练了多久？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超快，好不好？有梦见算什么没有？很快啊！慢的，超级脱皮。我要裂开了。对，它裂开了。我是鳄鱼，要脱皮。Funny。不是，刚刚那首是 Taran Taylor 太。他朗泰拉，不能说的秘密是另外一个。嗯，不能说的秘密是手在一直交叉换的，而且我还在超前面哎，我还在抖哎。可是我觉得我练起来好像就跟他张梦凡差不多，是不是？哦，我已经学完张梦凡的部分了。林觉速成班，还有帅哥一个人吗？嗯，我该回答什么？你要回答不是？不是。那你跟谁？跟高林姐。玩的欺负小朋友，你明明才小我两个月，你可以不要这么像。一个高中生吗？那你是什么出社会？你才出社会，没礼貌。晚安大家。干嘛？好好喝水。那也不难啊。看看刚刚有没有被切点。
没有，完全没有。那法法谈不能说的秘密吧，他在练新歌，我也蛮想让他弹，但是他在练新曲，那就练谈不能说的秘密。耶、yeah! ！你们这记起来了？看谱比较快啊。好的，加油！我只记得这个。你还记得很棒。那他好久，2007哦。我不知道。前面。忘记了。
是哦。结束了。拜拜。那你要不要弹抒情的那一段？你要不要好好的把它弹完？好的。耶。可以从哪开始？从头啊。耶、yeah, ！突然大降速。像女友，这画面好像只有在少女漫画才会有的样子。什么？什么年少女友？年上，年上，两个月。但我确实是在感动她。
不理你。搞这种恶作剧，什么东西？什么恶作剧？他会干扰人家恋情。加班费不用啦，我要继续干扰他。好温暖，好温暖。
抢住情啊，等一下。可以先做的手，没有，我当然开导成功，开导成功，大哥身边的女人，他是我大哥，他是大哥本人吗？啊？你不是觉得你就是大哥吗？才是大哥的，你才是大哥的女人呢、欸，大哥的男人，大哥的男人，你是大哥的男人。成功，超级成功哎！是不是重伤了？下面猫了一圈。对，直接猫了一圈。哎，嘿。嗯？嗯？嗯？我看到这段的结束的地方了。终于要，真的，终于要加速了。嘿嘿，对啊，今天没有打牌，输透了。输透。没关系啊，等等下播我一定还会再找他打。打架。打牌。哦。打架。就是变得更黑了，什么意思？Thank you.
再一个。完整的弹完这首歌，也是也是今年第一次完整弹完这首歌。期待你们去学流行歌的和弦，但以后就能搭配表演了。你不是要弹那个吗？知道知道，只有가데이다문에가。那个手机呢？什么呀？有点困难，一代又一代哟。绑在山猪背上跑出去跑半天吗？玩玩不到。Hello， 天下。走走走。红龙潘纳达耶。红是什么？女子。女子诺潘纳达耶。女子是彩虹是不是？嗯。女子。万女。万女。Hello DJ One 小白兔，生人好神秘。柠檬，是不是有人下班了 ？Pianisto， Pianisto， 冷面。Hello 阿春，可以的，用听的吧，可以吧？不行吧？应该可以吧？晚安 DJ One。 带小孩子了，莎莎。你这样起的是吗？哪有人下班就过？你们就是啊！头发怎么越来越闷了？他就是男生，这还少了一。吃了晚餐吗？餐桶、哦、吃了很加拿大，哦，根本可以自己选，傻眼，你弹吧。Yeah. 好普通，那个中间的。你在找？这边好热。伴奏啊，就是直接弹这首。你也可以学做什么？怎么样？很简单哎，哎，对，很简单哎，马上弹错。方法觉得不够高难度，对，嗯，不够高难度，他不想学。嗯，那就不好听啊。傻眼，帮我伴奏，太难了，等一下就没有符号，我不是这种人哦。什么意思？我不是那种可以合伴奏的人。可以啦，你都合过了，你有合过吗？你都合过大提琴。我是组员六大会。啊？我
我是主旋律，我当然会啊。哇，好爵士的版本，我再要起来白色。我只会这个了，标准音 A， 啦啦啦啦啦啦，好，你考试都这样啊？是啊，给个音标准，我们要听听写考试啊。好，笔试、就是、这个，对，就是他们弹，一开始考单音，那你要写出它在谱上的位置。真的、哦？嗯，然后考旋律，还有双手，还有节奏，节奏就是要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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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写出它什么节奏，就这样。好酷哦！然后第一个就是音，比如说弹这个拉，你不可以写在这个拉，你要弹写在这个拉，就写五线谱这样。然后实体，然后说音程，只要你写出来什么音，然后几度，然后就把它写出来，几度什么音写出来。好难哦！可是这是给相对于音感一个活路，所以他们会给一个标准音 A， 这个是拉，然后他们就听得出来以后说的音了。好难哦！标准音。然后就开始，各给一个啦，然后他们就听得出来了，你也听得出来了吧？我听不出来。这个音是啦，那不要看，这是什么音？我真的听不出来。好吧，我真的不行。超过学习年纪。对啊，你在说什么外星语？在国中的呢。国中没有这种东西，你是音乐班的呢。然后之后节奏考完考旋律，旋律他就会弹，比如说是咪，不是是，对是咪。那你就要写出音高跟旋律这样子，音高跟节奏就变成一首一个旋律。他有时候会弹那种很丑的、那种很乱的旋律，然后你就要自己，你还是要写出来。音程也可能会考这种。你就要先听一个音，然后再感觉它另一个音离它黏不黏。绝对音感要七岁前什么意思？练吗？练绝对音感，绝对音感是练得出来的。有人说可以啊，我是觉得可以啊。是啊、哦，嗯，酷。你国中有没有？对啊，谁国中有这种东西啊？这样的是咪。考完旋律还有双手旋律，双手我就直接放烂，我真的听不出来，所以我真的没办法。比如说他弹一个什么，我真的听不出来，我真的听不出来他在弹什么鬼。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是你要写在，他有发五线谱子，你就要写。嗯，你感觉就很缺。我觉得没有，我只有前几题可以，后面都不行。这个应该有，他是考试。什么地狱？听不出来。那应该是就是乱画。敢画画？很讲。哎，你好丑、哦。很丑哎、欸！你画得很丑哎、欸。他就很快。什么地狱啊？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地狱？大家，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来自地狱的五线谱，好丑、哦！啊！我要下去了，救命！
怎么很丑粘着？那这是什么啊？哦，还有我学过这么难的东西哦。他画的很丑，你只是木二，还可以，还好吗？很丑哎、欸，超丑！你们看一下，不好意思，大家五线谱是长这个样子的哈、哦。这是什么？妈耶！还敢见到？皮卡这个音型是叫皮卡地中子。皮卡丘。现在的五线谱就长这样，我就没有进步过了，就这样。走，走吧。就跟理科生写中文字一样，这真的超丑。这你写的吗？对，这是很好看的，好不好？歪的，很样烂，大小刷，怎么不可省？那就不错，直接用，那已经是不一样的了哎、欸。可以看，可以看，这是考试，一开始就是你要写他的，很难哦，会很吵，很吵。在弹这个，然后写出发哆完全五度，然后弹这是什么？这是小三，小写错了吧？我写错了吧？还敢写错？八度，大七、小七、小七度，然后之前有更快的地方，就是还是小三度。啊，现在你给你去哪里了？哦，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欸，大家，他在讲什么？你们听得懂吗？好吵啊、哦！来自地狱的五线谱，真的丑爆哎、欸！真的丑爆哎、欸！丑炸哎、欸！我的天哪！丑到差点。好看，这应该是之前一点的，这个是八年级的。唉，九年级应该有进步。Thank you.
酷家。你比较酷，我超不酷的。你去读戏剧，这种这辈子绝对不会去读的东西。这辈子绝对不会去读的恐怖东西。他说我不演戏啊，没有用。你干嘛不演戏？什么干嘛不演戏？哈？你为什么不演戏？什么意思？那你说啊，你不演戏。我说我不会演戏。啊，你学就会了。比我会吧，我不会演戏、啊。超不会，超不会！我要念排行第十名，也是11:10。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是的，第十名是谢谢你们，谢谢柠檬。第九名是李晨，谢谢李晨。第八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七名是Ming，谢谢Ming。第六名是 QK，谢谢 QK。第五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四名是小千，谢谢千在上班。第三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二名是豆粒，谢谢豆粒。第一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纯天然上下巴。嗯，如果是女的会想崇拜法法，真的吗？没大人。说什么？不知道，刚下去就没有人。是啊。谢谢杨雄的花枝精粹。嗯，可是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来不及的，辛苦了杨雄，哈。谢谢杨雄。下班的，みなさん，拜拜。晚安了各位，可爱可爱可爱，拜拜。没有影片，谢谢。拜拜。什么影片？串头。可以自己去看回放。对，拜拜。